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，国内的车市非常的凄惨，但近期还是有不少新车发布和上市。比如说最近有一款豪华 SUV 就正式在国内上市了，24.68万元的起售价格还是值得一看的。这款车就是来自林肯的冒险家。冒险家的尺寸在紧凑级 SUV 当中表现还是不错的，虽然车长只有4615毫米，但轴距达到了2711，而且从侧面看上去，冒险家的视觉效果要比一般的 SUV 大得多。这也要得益于它 C 柱和 D 柱之间特殊的设计。作为一台入门级的豪华 SUV， 冒险家在气势上相当成功。林肯近期标志性的家族风格充满强烈的肌肉感，而且前脸的造型与领航员、飞行家等高级车型差不多，在豪华感方面也不缺失。另外，冒险家内饰也是独具特色，美系车独有的较为硬汉的风格，在不缺失科技感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份硬朗。国产版本增大的中控屏幕像一个小电视。动力上，全系匹配的 2.0T 发动机功率180千瓦，扭矩可以达到390牛米， 8AT 也是全系标配。高配车型还配有适时四驱。虽然冒险家比同级的奔驰和宝马尺寸要小一些，但是价格便宜了10多万，而且动力更强，因此它还是具有很不错的性价比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